九月五日星期六上午九点到下午的一点钟，在江子翠行道会主会堂将举行圣经芝麻开门研习会，透过活泼的内容帮助家长及青少年解开圣经的奥秘，让 QT 生活变得更有趣。研习会不需报名，自由奉献。研习会的讲员为大地教会差派至以色列的宣教士柳摩西宣教士，他也将在九月六日星期天的主日分享信息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听哦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建堂基金奉献报告。最后，这是本周的奉献统计。